这个罗大卫怎么还不来呀？什么情况？我打个电话给他，我的手机呢？猪猪，你别打了好不好？还是打一个吧，万一在路上呢？你烦不烦呢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跟他的事情你就别管了好不好？我偏管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还在工作，我工作一结束就过来，那麻烦你跟晶晶说一下。你什么情况？赶快来呀、啊、你！大为，电梯来了。哎，行，好，就这样，再见。他说他在工作，完事一会儿就来。让他别来了，我不想见他。你不见他，你见谁呀？哎呦，我去叫医生，点滴完了。哟，晶晶啊，收拾好了啊，咱们走吧。再等等吧。等什么？大伟马上到。您请坐。你看呢？我们走吧。晶晶，走吧。来，我来。跟我吧。来，上车吧，猪猪。对不起，晶晶，对不起。你怎么有空来接我了？我请了个假。算了，你忙吧。今天坐那车。哎，晶晶。什么情况？你下车，晶晶，晶晶下车。大伟，你叫他呀。走吧，你下车呀，晶晶！太过分了，你！拿着，折腾的我，全毁在你手里，累死我了。你为什么还是上了我的车？你是特地来接我出院的，我不想失礼。真懂礼貌。只是为了这个吗？哎，你想不想换个工作啊？什么？换工作？我说换个工作，把你现在工作辞了算了，到我公司来上班，怎么样？我去你那儿能干什么呢？你现在来什么你也干不了，来玩吧。我可以送你先去培训，回来之后呢，从部门的负责人干起。我相信你在我大洋公司肯定有前途。晶晶，别犹豫了啊，你现在工作固然好，但那是吃青春饭的，以后怎么办？你不能在餐馆干一辈子吧？你到我公司来，我可以照顾你。当然，我也的确需要你这样的人。你也可以跟我学点东西啊。
锁定了。金江，我请人从来没被人拒绝过。让我考虑考虑，好吗？嗯。你说周晶晶会不会爱上韩冰？不知道。她要是爱上韩冰了，你怎么办？我看啊，你就成全她算了。她想跟韩冰，也不是什么错事儿。女孩子嘛，谁不喜欢过有钱的生活？韩冰能给她的，你一辈子都给不了。你就算留住她的人，你也留不住她的心。这对晶晶来说是一次机会，一次改变她人生的机会。要是因为你而耽误了，她可能一辈子都会耿耿于怀的。天底下又不只是周晶晶一个女人，好女人多的是。十步之内啊，必有芳草。你要找不到，我帮你找，保证不会让你打光棍的。实在找不到，你找我好了，我还配得上你吧？开玩笑的，但是我真的很爱他，也很需要他。爱这个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词是非常脆弱的，脆弱的不堪轻轻一击。你别把它看得太重了，不然你会受累的。今年还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吧？难说，也许我不应该在你这儿干。大伟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如果他怀疑我们的关系，我可以跟他解释。不用，这个不需要。有些事情越说越说不清楚。我说你们俩结婚算了，结了婚他就安心了。我现在跟他这个样子还谈什么结婚呀？你也别发愁了，还是顺其自然吧。对了，你现在需要钱吧？我先把这个月的工资预支给你。啊，不用。钱我已经打到卡上去了，以后每个月的一号我都会给你打钱，拿着吧。谢谢。谢什么？我谢你才对啊。